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to One 高清晨。今天我来参加由腾讯视频、腾讯成长守护、浙江卫视联合乡村青少年共同发起的“闪光吧少年”趣味公益运动挑战计划。我所要接受的挑战是仰卧起坐唱孤勇者。来自四川沈阳，是汉源县河南乡中区小学的趣味主播。接下来我要发布“闪光吧少年”公益运动挑战，你敢来试试吗？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着过绝望不肯哭一场，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动命运的枪，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样，去马配马这蓝绿的披风，战马战马一最卑微的梦，只奈黑夜中的午夜与怒吼。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？挑战成功，和我一起参与腾讯未来运动场的公益传播计划，关注青少年运动，助力乡村儿童体育发展吧。